是爱情鸟已经飞走了，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。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，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。这是爱情鸟已经飞走了，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。林依轮再唱自己的名曲《爱情鸟》，边唱边跳，看起来游刃有余，不愧是专业的，表现力满分。她的腿细得让人羡慕，她的衬衫和紧身裤看起来也十分年轻，很难想象林依轮已经50岁了，这状态保持得太好了。有网友说她分明就是30岁，自己30岁的活力都不如她，简直太羡慕了。好的状态少不了运动加持，之前林依轮还在节目中号召大家打拳运动，一起来学习一下吧。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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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哈！